精品了。这个是什么？坚果可颂，感觉很甜。买了两个碱水节当明天的早饭。还在收拾，然后这个是我桌子，在等一个沙发到。七七，因为它的结实在是有一点多，然后就是分布的不太均匀，如果只剃局部的话就很奇怪。刚好夏天了嘛，我感觉它一直挺热的，趴在地上，所以干脆就是把它的毛都剃了一下，然后差不多两个月左右就可以长起来了。然后最搞笑的是今天去那个店里面的时候，刚剃完一只长毛猫，然后我们再剃的时候又送来一只长毛猫，也是要剃的。我发现这边有一个就是刚刚好的角度可以把它架在这上面。